该果用爆是用爆开的去做，哎、欸，是吗？对啊，爆开的割爱果。我看一下能不能直接中。我的铁门，你的铁门怎么了？我的铁门完全变形了，它变成纸箱的形状了。为什么你的铁门是纸箱、啊？我的铁门被吃掉了，我打开它是空的。哇！我可以喝药水吗？我不要啊，浪费钱。为什么喝药水啊？好了，花时间，不浪费。嗯，等一下，有人听到衣服就跑出来。梦梦，你不是这边的，你去杰克那边。可以啦，因为那边你去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杰克那边啦，去帮杰克挑啦，不是帮我挑啦，去去去去。帮你挑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监狱门，敌人被对岸封杀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个哔哩哔哩之前有的影片全部被封杀掉了。有人已经都存好了、欸，哎。好扯哦！对呀、啊，啊，就资讯封锁嘛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那是我方块吗？女仆装，女仆装已经有了啊！不要了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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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杰克，杰克要别剑了。好像太高，这好像太 sharp 了。都女仆装吗？杰克，不是，我说石头门。杰克说要素一点的，哎，要素一点的，要素一点的。对，要不要太小趴的？嘿，你们知道哈，你帮忙跳一下哈。说啥呢？说啥呢？我怎么知道你？我想你应该知道。哎呀，紫破霜好像不能种哎、欸，只能种那个哎、欸，末地精华。末地精华能干嘛？哎、欸，可以哦，种末地精华就好了，好简单。哦哦哦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啊，我要去中介一趟。中介，嗯，什么？为什么会跑出什么兔女郎装啊？怎样？对啊，我这边也是啊，兔女女郎啊，巫女，会杀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这些，哎呀，为什么被封杀？不好啊？有人还不知道为什么被封杀？哦、oh,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哎、对、啊，当做不知道吧，对，当做不知道吧。我黑了啦，就是他们想不开，哎呀，呀，我的桌布被看光啦，吉娃娃，是吉娃娃，下雨啦，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他的桌布被砍刀啦！为什么自动黑屏啊？没看到什么啊？布布啊，怎么变这样子啊？布布啊，不乖，不开枪！哇，换一下！布布啊，布布啊，这个啊，被你们看到 bug 了，不小心用到了。你用到什么 bug？ 就是经验 bug 啊！哦，你又用 bug， 这个人、哦、不小心点到哦，这个人很大用 bug， 不小心用到一千多的哦，不小心，对呀、啊，你不小心就一千多的人了啦，哎呦，不小心的哎，真的，不小心就一千多的人，怎么回事、啊？现在1335的人啦，暴率，这好不小心哦，好不小心哎。要小心一点，小心吗？不是那个啦，不是那个，不会自动消失哦。嗯，对啊，小心就跑出来了哈。啊，找我吗？没事啊，怎样？我女朋友很漂亮啊，怎样？给你们看啊。哇，闪哦！那张照片连他自己都说很不像他了，拜托。啊，我的眼睛啊！他在燃烧。好啦，开始做整理作业。不能穿比基尼啦，你们去看一下 NONO 的那个条约。你们都这样子，死人犯罪。哦，你们这些人哦。
能穿早就穿了，你们真的是、啊、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啦？对呀、啊，影月要穿早就穿了。他一说他很想穿，只是因为条约的关系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嗯，可选又怎么啦？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哪哒哪哒哒哒。嗯，我会让我升快钻哦。嗯，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三资源。哦，知道，我现在在整理，不需要的我会先放着 ，OK。哦。干嘛、啊、这么想帮我们出就出啊，就先抓起来放着啊，之后要用生物的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看、哦、牛啊猪啊什么的，才猪啦谁用猪谁用鸡了啦，你是谁猪啦嗯，高度是不一样啊，对耶！哇，这个消掉。末地种子，它需要。哦、好了，我看一下，二四六八十十二十，二四六八不远，十三，十三乘以五，七十。哎，没有，不是七十，是一一六六十。大学生六六七，这个十三乘以五，哎。十三乘以五不是十五加五十，六十五啊？嗯，没错吧？没错吧？大学生，大学生，了没？我会帮兔子买衣服吗？你是说布布还是点点？讲清楚。有差哦，你是说布布还是点点？有差哦。好啦，开始分类。好，这么远啊 ！What the What the fuck？ 雕文纸或砖是怎么做？这样吗？像烤肉架，烤肉架上面真的有一点点烤肉架，六个，所以是这样喽。它这样吗？哦，有了。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你到底要多少啊？绘画图这怎么做啊？绘画图，这个能做吗？不对，图应该跟这个做吧。绘画图。哦，你简单，杰克算数不好哦，你问他咯，我算数，好，我数学不好，对不起，哭了。拿个雕像做标记，所以杰克才需要人家帮他挑衣服。嗯，对呀、啊，这不同吧？就是因为算数不好，所以才需要别人帮忙找衣服嘛。对呀、啊，说啥呢？害羞，不要害羞，害羞啦！别害羞啊啊！害羞啦！不是啦，让你打开东西，打开什么？你打开了什么？你的什么？打开厕所门，升怪砖。升怪砖放厕所门哦，也挺可怕的。他们很吵，因为压缩抽屉应该有二乘二和三乘三可以放东西。真的假的？石英块应该。我们家不会啦，因为他衣服其实很多件。压缩抽屉应该有二乘二和三乘三。哎呀呀呀！你看，这是点点的手。哎呀，你看。哎呀，跑掉了。桃瓦，我现在粉红色跟蓝色桃瓦，
怎么你要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黑色桃花、啊，粉红蓝跟黑，粉红蓝黑，这样子我是不是要多一点？这样，我跟点点几时结婚？啊、嗯，养不起他、哦。你管这么多？对啊，你们花是点点你们钱花的够多，我们就越快结婚，可以吗？是不是点点派你来问的？我觉得是他的分身账号。哎、因为怎么兔子一消失在屏幕上面就出现这句话？哎呦，是不是登录其他账号啊？已经发现你了，你可以出来讲话了。差一点点哎，杰克，你还有没有啊？哪个？凋零之藤。我现在在分类，可能要等一下。什么梦梦出生了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右下角可以小一点吗？啊？梦梦你怎么出生了？不对，你不是应该、欸、不对。啊！怎么讲都快出生了？我出生吗？是不是可以盖个杜爸爸？不行。差不多还缺几块啊？啊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这边还可以再做96块。因为我现在柜子还没锁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你先弄你的。你可以来拿，我放在我的压缩抽屉那边。我不客气啊。嗯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他说什么时候客气过了？我直接把珍怪钻带走。我还在分类啊，等一下啦。等不及啦。粉红色。好啦，你搬去。蓝色。我看看我还有没有。先看我这边的啦。粉红色、蓝色跟黑色吗？先。剩两组哎、欸，天啊，两组不到，嗯，差一点点了。这些方块都是挂了快两个礼拜的方块，就这样一下用光了。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凋零子。嗯，OK， 好。开箱。开箱，开。然后开这个圣怪钻，就感觉在开幸运方块，你知道吗？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对啊，石钻最喜欢惊喜了。青苔石、裂石跟雕刻石。哇，烧太久了吧？算了，约哈基加。约哈基加。太慢了。嗯，走路快。哎呀，瞬间加热微波，我都来这边的，好快。好了，烧完了。劣势，自己方便那种。对啊，所以我才想也做一台，我想要用那个烤马铃薯发电。哦。你们看，现在画面上面布布在讲电话，他窝在那个电话的符号那边。布布在讲电话，他好忙哦。很忙啊。对啊，好忙哦。他还要讲电话，他是要接工商吗？原来他是工商电话，所以他是繁星的经纪人的意思吗？应该是。打电话，喂，杜天真。这样吗？啊，有了，这是我要的。我发现我深海守卫阵一堆耶。我是白痴吗？分明就已经深海守卫圣鬼阵，那边就好弄啊。嗯。就水底下都是它，两颗，只有一个是远古，嗯，特殊类，兔子，就，这看起来好可怕哦，嗯，你看到我了，我丢给你们，你知道我一转头看到这个，你看到鬼啊？
还蛮像的啦。嗯，哪里怪的？你看这个，我贴 General。给你看啊、哦！国王不擅长搭配，所以才出生。啊，不擅长搭配，才出生。杰克不擅长搭配什么？搭配什么？梦梦讲的啊。啊？什么？你讲啥？我哪能听无？一二三，啾！考完了，超快。我不会盖红龙了，那个鱼就跟你讲去捞吼。哎、欸，现在有没有鲑鱼啊？哦，搭配颜色吗？哦，那个就魔物猎人，那是意外哦。欸、我传到哪去了？不擅长方块移啊啊龙虾啊，他不擅长，那就交给你们搭配啦。对啊，杰克 OK 的啦，杰克很高兴。哇，我好开心、哦！你看对不对？你看，很开心。你看，他很开心。我们可以换回夜市了。来看看下面变成怎样，就像这样啊，不是很漂亮吗？就这样了。嘿嘿，那不管了，就这样吧。终于快准备完你们的材料了，下一个是什么？已经快十点了，已经快十点了，想不到吧？你不是吗？怎么了吗？想不到吧？你怎么了？两个小时过了。对，对啊，这是魔族的力量。对啊，你现在还知道？